还是要符合我的就是要求，就是不能抽烟、不能喝酒、不能吃槟榔，然后不能赌博、不能去嫖妓，通通都不能有。现在呢？现在就观察对象也通通都没有这个这五个。哦，所以现在有对象了？有观察对象。旁白各报报，台八女神陈子璇二婚帅郎身份曝光，细说台湾前夫妻新欢同贺。他们就可能会说，这种结过婚又生过小孩的女人，谁要没价值？拜托，赶快滚出去演艺圈好不好？这种话，然后我就会听到心里面去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标签就是蛮累的。是台湾八点档女神陈子璇七月才在那边自怨自艾，33岁单亲妈出大尺度写真集给自己打气。转眼在光棍节前夕，吴宇仅公布婚纱照，她写下对的人，透过经纪人证实已在家交往6个月的圈外人江先生。子璇死会了，结婚嫁给我陈建龙了，你们放弃死心吧。陈子璇2016年跟戏说台湾主持人陈建龙有过一段婚姻，育有一子。2019年离婚后，陈建龙已改叫陈其凯。2023年宣布和同系演员李治稳交。前夫和他女友联合声明祝福陈子璇，能遇到一个疼他的人是美好幸福的事。绝不能晕船，因为一晕就沉船。对，太阳射手上升摩羯的他，闪婚有迹可循。1个月前上苗可丽、陈志强的节目录影，透露了蛛丝马迹呢。这样我算有吗？我跟你讲，摩羯人超无聊。就我。超级无聊，什么意思？摩羯不是无聊，摩羯是慢热。我哪笑起来？我跟你讲，你我你当时为什么要骗你啊？所以的确，子璇，我很惊、你会很惊，对，就会更明显。你有惊得住，你就继续理智；惊不住，就是沉船。子璇，你觉得你有没有这种一半一半吗？有啦，以前20岁的时候，真的是还蛮恋爱脑的。就是看到比如说啊，强哥偶像，就好想跟他交往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是哦，这样就想交往。我有老婆了。可是我20几岁的时候，就算因为我很喜欢一个男团嘛，就是 Super Junior 的东海，我看到像这样子条件出现在我面前的男生受不了了。可是他还是要符合我的就是要求，就是不能抽烟、不能喝酒、不能吃槟榔，然后不能赌博、不能去嫖妓，通通都不能有。现在呢？现在就观察对象也通通都没有这个这五个。哦，所以现在有对象了？有观察对象。圈外人，所以没有什么好聊的。怎么会不好聊呢？三立娱乐新闻新老公还真有点像东海耶，报道。